中高新医院院长蔡继全今天率领更多医官到各地的盐埕乡进行义诊。副院长把二十床棉被送给中东调管部等二十个地区，希望在寒冬时活动能够享受到社会人民的同情。另外有为200多位乡民免费义诊。这种心爱民的感人事迹获得地方人士的赞佩。